给他包养养眼睛，俺就还无心心，一先把他关我关困，关系最大关困，愿我给他包养养眼睛，俺就还无心心，一先把他关我关困，关系最大关困。注意学员，啊，这个时间是予咱看啦，吼，予咱看。啊，要认捌台湾人的宗教信仰的第一步，就是到底台湾人咧信什么？我一个一个来说明，啊。啊，咱知影，伫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，庶民无资格拜天啦。真正当拜天的时代，什么人会发明道教？张天师。就是江西龙虎山哦，张天师开始。但是张天师所讲的天，甲北京天坛，迄个天和天上就无共。伊是一个人鬼去变的，叫做张仪，
甲封做天。所以因为安尼因果叫做玉皇上帝。后来，但因为读册人伫拜这个天玉皇上帝，伊用这个乌龙塔布勒的这个茶牌来做一个上顶。啊，台湾人所认同的天，唔是人鬼的天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对真侪俗语会当去了解啊，伪可爱一面，就讲人是天生这样，千算万算都唔达到天一位。天赐人不如人，人赐人一支骨啊，因缘天注定，唔是每人较贤行。这些俗语拢咧认同这个至高的天啊，宏愿望讲是日子未到，唔是天理无报啊，拢仰望这个天。啊，其实这是道教的底。和庶民会当拜迄个天公，不过请咱来记哩，迄个天甲帝王的天无共，哦无共，道教发明，因为这个因果，天煞变作帝王化，来请下面迄张幻灯片，这个天的帝王化，直接予咱看出台湾人所拜的神呐、啊，有哪影响台湾人的面大力的足大，就是伫遮，咱已经民主人啊，咱已经改做民哦民主化。台湾人要来拜这个帝王格哦，帝王式的神啊，这个帝王式的神哦，都无办法当。你的心态已经真歹民主化啊，真歹民主化。你看这穿帝王哦，帝王的帽啊，帝王的衫，咱咧用冷气、用电风以后咧哦，愈比底下咧会风，比咱较冷哦。这影响是潜意识影响咱的心态，真歹民主化，行好为官。台湾人安那教安那教，都教袂家己做。台湾的主人可能跟拜这款的神有关系啦，所以我真无客气，哦，来一项一项来做这个检点。这个神不是专灵的，不是一神论信仰，也是多神论信仰背景的天公，不是专灵的神，所以伊需要真济秘书甲部下来倒管理，来下面。这个就是伊的祖上，道变较大，祖上叫做南道神君。你看道教影响，你有看？哦，穿这个八卦衣啊，哦，穿八卦衣。南道诸星，下面搁一身；北道诸四，哦，后面呢？南道诸星，北道诸四，哦，咱看会到。用这来咧做管理人的生死，这咱去天公庙拢看会到，吼、哦，这咱足熟悉。不过咱讲这是要指出民间信仰对儒道三教影响足大，啊、哦，是要讲这。可能我讲较紧，无咱看袂完，吼、哦，过。我有讲天不是 Almighty One， 不是一个专灵的神，伊需要侪侪秘书来倒卡手。后来这叫做三官大帝哦，这张相是非常古早啊，伊台南市书店大天路恭喜的三官大帝，是咱所讲的三界公，上元天官束缚，中元地官下罪，下元水官解厄。上元的生日正月十五在食迄个元宵啊，啊中元。啊，就是庆赞中元七月十五，不是拜鬼哦，是咧庆赞中元。下元水官界的十月十五，哦，这拢有一定的生日。啊，神为什么神那会拢十五生日？我讲迄不是真正生日啦，迄是一种过关礼仪的时间啦。咱知这个上元正月十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汉人、华人有一个迷信，就是讲。一三五七九，单数的时间拢无好，啊一半也足歹，十五。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个一半，就为这三十日啊，十五一半，月长圆时间一半，这唔好。所以在佛神做生日就会过关啦。所以正月十五，啊，在互伊过关，就是烧圆啊、食圆啊来过关，来团圆一个，唔当一半。啊，因为是一年第一个个月的这个团圆节，会正月十五，和上元天官师傅，所以伊所一只圆啊，都无同款哦，爱包啊，特别大粒，叫做元宵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嘿，啊，当半年开始，半年的第一个月是七月嘛，搞破冰，所以半月的一半，有哪都爱，即马唔是食圆啊哦，爱做红菇，红菇是一个灯会修的记号 ，longevity。爱做红菇、做米菇、做花粿，啊，用安尼来过关，和中原地官下罪，生日就无代志啊，迄、那个半就无会着解除。后来十月，就是这个下元水官的生日，哦，这种有一定的这个上顶的咧。十月是一个完全的日，一半上拜，啊，当面来解决。
而且台湾人的婚姻月对古历的十月开始，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一、两、三是台湾人半年的婚姻月。四月较唔好，四月四同音，无咧结婚；五差五也无咧嫁娶；啊六是半年，也无咧有迄个半年无；啊七月是鬼啊月，好兄弟啊月，哦七月这唔好，哦这会娶一个鬼某，哦啊八月这有哪无好，八丁八丁这袂使，哈、哦、九月佫较歹。九月九头冬，若无死某也死翁，啊，所以拢无咧结婚。哦，这是迷信，不过即摆已经打破这个迷信啊。十月开始，所以十月的第一个一半，唔是干那做红姑来过关哦，来食一款甲结婚、婚姻月有关系，迄款的米姑。啊，这个米姑做甲一粒，干那老母的一脸吼，一脸呢通一粒，恁捌看无？迄米姑有无？有无？迄就是繁俗 fertility 迄个记号，唔那要等月收，嗯嘛十月份月开始，娶新妇拢会生，啊卖生查囡仔拢生后生上好，就是有呢有那有一款的期待，才安尼先做啊。后来三界讲就是这個，当然因为唔知影这个地球的这个吼、哦、地球物理啊，啊、哦、是这个天文学科学的天文学，干那知影占星术，所以从一头。将太阳的迄个未叮当的日头，古早甲当作会叮当，当作神啦、啊。啊，即是太阳叫做太阳神君，天神的目睭是三蕊，哦，三目幽精啊，三蕊啊。啊，那伫下骹三蕊的拢妖精，拢妖精，天神的目睭拢三蕊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太阳神君。哦，你看这个太阳神君三蕊目睭啊，这是花莲王母娘娘庙翕的啊。我来个过月娘。因为是心理观念的关系，女神的目睭无三蕊，这太阴娘娘啊，后来问题都已经出来了。台湾人的宗教观的无健康，直接就出现了。为什么？月娘是地球的卫星，暗时咱看会到啊，有这个盈亏啊，一大一散啊，初三四月拜一，啊，十五就登圆啊，啊，所以。台湾人家当作女性来打扮，太阳甲当作阳性，叫做太阳神君。啊，太阴娘娘真害，更加当作红阿婆才吃力。世间老这款红阿婆，这款红阿婆吼上不灵，永远都袂使斗阵咯。哦，太阳神君甲太阳娘娘同房，世界末日后，两粒星球相碰才爱得啊，好佳哉，拢永远都袂相斗哦。啊，所以世界袂末日。后来还有一个课题。咱叫日本，有一位对日本来的咱的学员，日本的太阳神，查甫啊查某的，阿妈提拉斯奥米伽咪，查某的呢，搞奇怪，来个台湾变查甫的，问题就是伫遮文化无同款，神的性别也无同款，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吼、哦，咱对遮得当分别出来哈，安尼互咱做一个了解哈、哦。不过台湾人要搁咧信太阳神君、太阴娘娘真嗨啊。啊、来个鬼！台湾人拜雷公、拜风神、拜四那伯、拜巫师。后来，这身就是雷公，伊的嘴是鹰角嘴、鹰角目、鬼面啦吼。也波头，这个贼啊，波头讲贼啊吼，这就是赤雷啦，爱关照，那袂讲死人。鹰角卡，因为咱所听见迄个小拍电，大气层的小拍电拢伫空中。这个动作是雷公叫的背啊，后来这身是风的神，这个鸡也袂使乌白摇，乌白摇来到地吼，台湾就做风台，这叫做风神，风神加雷公，有影无影，当然无影啦，这想象啦哈，甲动作神话哦来了解就好啊。后来啊雷公呢，近视一千多，啊天公叫伊来讲歹人。啊，拢无听话，见讲拢讲死好人。天公头壳足疼，送伊一个某来，你甲看雷公说啊，哈，啊，这个某叫做四那伯啊，手提两个囝。伊讲你若要喊落吼，你嘛甲拜托嘞，啊，即嘛，互你光线安尼照较光嘞，专门讲歹人，唔通讲好人，都无较做嘞，一千多啊，佫无目镜通挂。甲今仔日为止，还佫咧讲死好人啦，歹人拢讲袂死，啊，所以。天公要你头壳疼，这雷公说啊，雷公说啊，
迄两个囝。搁再甲咱讲一项，咱吼、哦，咱这台湾的妇女足惊肥，足惊大颗，哦，拢讲瘦瘦啊较水，拢咧减肥。我甲伊讲，台湾的女性无一个瘦的，大家都爱肥肥，肥到腹肚爱膨出来才成神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女士呐，大颗唔免烦恼，会做神啊，会做神啊，你有看无啊？啊，这唔免烦恼，来安尼才有福气，代表福气啦哈、啊。这身是巫师摕一个符红。伊那乌白秀水吼，台湾雨都落袂停啦。所以风神、巫师、雷公、电母拢总咧拜，哦，即大气不利，拢甲神计划。到底是真还是假？哦，咱去判断就好啊、哦。来，又过，即影响台湾人的政治态度真大哦。即、这个有哪甲台湾的历史足密切关系？登山过台湾，伊的功劳足大，妈祖婆啦，叫做天上圣母。妈祖婆，伊个边啊，一个千里眼，一个顺龙呢，证明妈祖婆耳孔重，佮目睭近视啦。所以伊若耳孔无重，唔免千里眼啊倒听；伊若目睭足金呢，看千里都唔免千里眼啊倒看，佮无望远镜。所以妈祖婆那毋是专灵个神啦哈。但是今仔日妈祖煞成做台湾人的一个信仰象征，哦，代表伊是一个。一个好的圣母，唔过吼，我要甲恁讲一项，这个神拢对中国来无唔对，来到台湾食台湾米，吼、哦，饮台湾水拢台湾话，即马妈祖已经无伫台湾海峡咧救苦救难啊咧，咱拢坐喷射机呢，伊煞无工课做咧，你唔免烦恼，台湾人就甲发明，千里眼顺风耳，今仔日手提两粒金元宝。代表什么？妈祖已经变作财神妈了、啊、我带你去看吼，你若就是讲我乌白讲，我叫你看两间庙，邦桥的妈祖庙，千里眼是龙呢，手提金元宝，代表妈祖是财神妈。西丽妈祖庙福安宫的千里眼是龙呢，提金元宝，所以拢从台湾来这上，拢台湾话、啊。所以这款神明对中国来拢。吃台湾米、饮台湾水，拢台湾话，甲中国无关系啊啦！所以我常常咧甲学生讲啊，中国妈祖保护中国人，发明飞弹要来威胁台湾人；台湾妈祖保护台湾人来哦发力建国，无同款哦，无同款，无同款啊！所以妈祖是讲各一身，无同款啦！哈、哦，来个鬼！那五拜妈祖婆，妈祖婆是交通安全的古早时代的海洋的女性的守护神。台湾地，以西医也未来进前，台湾有躯体西医来台湾，就是张乐辉引进。1865年才有正式的妈医生的西医。迄、那个孙靠什么？靠汉医。汉医的头人也是一个神啊，祖师就是保生大帝，叫做大德公。所以妈祖庙、大德公庙，台湾第一座跟这个有关系，这就是大德公啦，大德公啊，啊大德公点亮眼，医好后，煞变作医生神啦，卫生署长级的神，就是伫遮、哦，来台湾地咧保护台湾人开垦，身体健康。所以这个大德公庙拢有药签，药签分做男科、女科、小儿科，唔相信恁，你去大德公庙找药签。日本有一个学者研究药签，摕博士学位哦。你去查看卖，有签有签，逐个有签去甲抽拢食袂死的，保证食袂死。逐张都靠地底，吼、哦，可能对消化我那袂歹，啊，食袂死啊。好，个鬼，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海岛交通靠驶船啊。古早时代无迄个普罗皮拉的迄个机器船，拢靠帆船。啊，帆船啊，顺风哦。登山过台湾足紧的呀、啊，啊若无顺风咧，到遮来一礼拜就带单海峡带咧过，过袂完完。所以国父将台拜五个水神尊王啦，第一个就是三界公的第三个，叫做夏禹啦，夏禹哦，尧舜禹就是三界公，我拄则无讲，夏禹就是水官的第一个。所以四个拢水鬼，五祖师、屈原、王勃，啊甲水中食烧水、酒醉啊。看水中一粒粿，啊压落去要糊粿，
载入去死迄个里边，啊，所以死的水鬼，一个三界公，安尼叫做五水仙，讨海人就爱拜水仙尊龙，这古代妈祖庙一定有，哦，恁去查，台南的啦、鹿港的一定有水仙尊龙。后来过过，台湾那是海岛，掠鱼的人就特别多啊，因为这个讨海就是一个真要紧的经济生、经济来源的经济生活。啊，讨海人所掠的鱼啦、虾啦、各种的鱼啊，迄种海龙王的饼啊呢。啊，所以你甲海龙王的饼啊掠了了，海龙王面拢乌，东西南北的海龙王绝对会受气啊。所以讨海人爱拜海龙王。拜托你啦，你兵啊一挂好啊，你啊啦，无我都袂当生活。啊，那是海安是将军级的，像郝柏村迄款的、迄款的、迄款的上将级的哈。哦，啊，吴安成可能是中将级的哈，拢有分类滴嘞。所以讨海人一定拜四海龙王啊。哦，这是台湾人习惯，哦，这个海岛文化有关系啦。啊，好，台湾人足侪生理人爱拜关公，叫做关帝爷。关公三款宗教的人拢咧拜，道教叫做关圣帝君，民间信仰叫做关帝爷，佛教叫做迦那爷，吼，迦那拢伫观世音菩萨一个位道，一个迦那徛做伙，啊，啊，文殊真佛也是佛教徒对伊的称呼，三教拢咧拜，佮一个乱登胡乱的叫做文殊公，文殊公第一个就是关公，啊，所以关公的造型足侪种，即地皇帝无，即叫做关帝爷。关帝在台湾的势力足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大到有一个乡，台南的附近，哦，即马新台南市吼，哦，已经变作区啊啦，哦，关庙区啦吼，啊，关庙，即马叫做新丰区，这个关庙就是关帝庙的一间庙来做一个所在名。啊，古早时代吼，哦，长老教会底下我那足复兴的啦，有一间长老教会伫关庙里啊，啊，写一个台湾基督。长老教会关帝庙教会，啊！这基督徒讲安尼怪怪的，啊！这个啊，这个教会啊，或者关帝庙教会啊，啊！所以一直甲建议，怎改做新丰啊啊！啊，太祖爷经啊，足侪所在名拢侪啊哈！啊，像讲这个平湖的马经就是马祖经的名，啊，香港一个叫马口马经二啊，这个澳门的嘛是一个一间庙的名哈，真，啊，侪。啊，我空隙的时我说改伊三那一段。就是南麻坑附近一个叫三奶段，嘛是一间庙的名，一地方名吼，哦。所以关帝就是生理人啊，生理人的守护神，伊讲仁义礼智信，不过脚踏古爪，这个就是北极先天上帝。哦，这偏湖足济庙，哦，偏湖的庙，先天上帝，惊准人，有那标定迄个北极星，哦，啊，伊也七星剑，一个看到怎讲是辟邪的神。当机法师特别爱这个北极先天上帝，啊，其实哦，伊，啊，的故事足济啦，卡达古爪，古的发音，那用福州的就是鬼，哦，卡达鬼，啊爪，单位发音就是蛇嘛，哦，啊伊这正卡达蛇，倒卡达鬼，辟邪的神嘛，哦，加七千剑，所以上帝讲修古爪这个故事真趣味哈，哦，不过这吼讲给囡仔听爱说明啦，那无吼。会影响传播意识，会反效果。哦，因为等下收到了后，等下等多多都会变作孤精抓精咧。啊，后壁安尼用七支剑，伊讲我收到要去上天述职啊。啊，我在生哦，胎低猪肉食伤济，迄若去玉皇上帝遐吼，安尼规身躯袂清气想，怎啊用七支剑破伊个肠仔肚，啊，提提起来落伫洛阳桥骹，无想讲人得到连。等下多的得多，等变作蛇精，啊胃变作蛆精，啊啊所以底下咧食人，我甲恁讲，即款的故事拢神话啦，无影无食啦，哈，等下袂变作蛇精，啊胃也袂变作蛆精，哈，那是人捏造出来，哈，就是这个，哦，辟邪的神就是这个，个鬼。台湾民间信仰上歹的一项，就是有植物，植物性格伫内底。即身就是植物性格，赵军公平时哦，秘伫赵卡，你监视附近人，看你有骂人无？有讲歹话未？心不做好无？哦，啊是啊，当时有冤家无？哈，哦，啊，甲你算数哦，哦，一年的总算数日子，
就是十二月当时啊，二四上神来烧神马驾马啊。啊，所以这附近人呐，冤家相骂吼，往往会讲一句俗语哦，讲你卖给我冤枉。赵公公三日上一片天嘞，那赵公公三日打小报告一次，你也敢乌白给我冤枉啊？啊，正式会上天述职，赵康在高卖个高，还是高圆啊？啊，可以食一个甜嘞，去上天造好话，就是十二月二四。神啊，上灶，神拢上了了啊，才会使青盾啦、扫涂骹啦、啊敲椅啊、刀啊啦，拢袂刷着、动着、冲着、翻着，拢袂啊，哦，无神啊，哈，啊甲插盆春花啦，准备过年啦。但是只有十进个尔，到伫正月初四，即、這个鸟白啊着阁落来啊，啊，所以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，初四神落天，就是伊阁来啊，啊。啊，这个赵公公的造型就是文殊公的造型啦，哈。普通是干那七块纸叫做赵公公安尼那点啊，秘伫赵家咧监视人的行为的。所以一个宗教健康无健康，对这看得出来。无健康的宗教才有鸟白神啦，啊，就是这个啊。好，后来台湾人王拜王爷拜足济，台湾的王爷庙偏哦足济，西南部沿海也足济。王爷这款的神是大天顺寿，黑色四方，有官加官，有富加富，居无定所的高级的礼贵，因为是欢喜的吧。但是台湾是一个报道，当地发起来讲，伊唔爱流浪啊，伊要住台湾啊，啊就甲起庙咧，啊是王爷庙一大堆，哦，上出名的王爷庙，东港文王的王爷庙，哦，啊什么兴王爷，这个家庭的啊有啦吼。啊，西港啊，十二文王庙啦，所以有王爷，那甲水有关的王爷庙，三年一遍的造就，拢爱烧王尊，就是这王爷的造型，目睭拢吼安尼真歹，代表讲，伊唔是神将死，哦，伊是非自然的死吼 ，unnaturalness， 哦，啊，所以脚踏两只狮仔囝，庙里闹这款的神明就是王爷，王爷有360种遐尼的济。红嘴鸠的、白嘴鸠的、乌嘴鸠的，他们拢斗鸡眼啊，哦，拢迄型的啊，啊，我要惊死，有100神以上的王爷啊，所以你若看王爷，王爷庙叫做大天父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天顺寿，黑色四方，有官加官，有富加富，伊食错的啦哈，惊到对是他，啊个拜到对是他，所以古早时代闹瘟疫在上瘟，就是咧上这個。好，来，这是王爷的造型啊，是的，我介绍唔对，也是王爷不唔对啦吼。拄只迄个叫做单献公啦吼，啊，单献公啊，就是功德尊王哦，族群分类信仰的一个，这个也是吼，哦，个鬼，我那是王爷啦，伊是欢喜的哈。后来个鬼就是清水祖师泉州人的神啊，所以我那咧研究这个宗教史。看看这间清水祖师是清朝时代起的，我马上会甲断定讲，哎，这个所在就是安溪人。安溪人有两款的专长，西芳船啊，安溪人足敖；种地号，安溪人足敖。所以李尊兴是安溪人啊。台湾地号就是拢李尊兴引进的，所以是台湾地号之父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安溪人。有安溪人的祖落，一定拜清水祖师。这个。族群分离信仰，害死台湾人未团结，所以这点吼，咱应该爱注意。一神论的宗教较未较会晓有迄个生命共同体理念。啊，若是族群分离信仰，我泉州人拜泉州的神，你啊，你漳州的拜漳州的，客人拜客人。一旦发生利害冲突，就会冤家，就会烧台，这个真好啊。来，各位，这嘛是哦，拄只迄个也是，拄只迄个是文神吼，叫做连安。保义大夫哦，保义尊王啊，迄两身，这身也是泉州人的神，梁山寺的观音。为什么知影讲是民间宗教的观音？因为伊有一个镜，有点眼开光，不高不安尼先做啊。民间信仰的观音，有梁山寺的所在，一定是泉州人的主乐。来，搁过，漳州人的所在拜开漳圣王，台湾的桃园哦，台北的内湖啊，树林。台北市的树林、芝山岩，拢是漳州人的祖乐，哦，就是拜这身族群分类的，哦，啊，拢有这个冤家烧台记录。我来个过，客人
特别是对潮州来信，三山国王、名山、独山、基山，这个伫苗栗哦，苗栗去的啊，苗栗去名山、独山、基山，屏东的潮州，这个名完全是甲登山的潮州拢共名，伊有哪有一间三山国王庙啊？客人的守护神，还佫一身就是渔民爷哦，佫过，这是台湾出现的。客家族群上要紧的一个北部的一个守护神，清乾隆51年到53年，台湾有一个革命运动，林松文革命运动，差一丝仔台湾就独立建国啊。后来，这是台湾伫清朝时代上大的革命运动，林松文的革命运动啊。即马政府拢讲林松文之乱，这唔对。啊，福康安就是王主，清乾隆的小弟带10万大军。利用两三年的时间，陆续10万来到台湾，来镇压。迄个时阵的客人、帮战、官军、战死的人，就甲提防做移民哦，保障移民。所以14大征，即马进步到16大征哦，每16年有一征哦，就来轮流一征，做一个大祭奠拜移民爷。所以恁若爱看这个祭奠，请恁7月20日，每年的7月20日。客庄拢一庄轮轮就家家户户台地非常闹热，所以这个客家族群在台湾是算讲相当团结的一个族群啊。好来，这是职业的守护神，罗班公甲罗班夫人叫做卡显神书甲卡显神书夫人啊，伊的造型就是安尼型。好，好来，卡显神书是木像建筑师傅的守护神。这是土水师傅的建的修行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荷叶神书第一点荷叶，这是西里去的啊。荷叶神书是土木工程的修行啊。哦，请恁来会记得安尼就好。个过，这是梅兰公啊，月下老人伫台南市去的啊。即马月下老人公台北也有啦吼，啊有恁去注意看啊。啊，其实即马吼，青年人唔免做媒人啊啦，拢家己恋爱。啊，恋爱真紧，啊，离婚也足紧，这是一个台湾社会问题啦，哈、啊。啊，台湾人真可爱，拜媒人公啊，啊，因为伊做媒人成功，所以个占花，啊，这是占花，大家个答谢啊，这不是土地公哦。各位，后来这身什么人？不是土地公。这台湾足特别、足特别的神哦，恁先两先先看，看个倒转下面过来，后来一个灌水桶，一个提鸭水的哈，啊，这是查某的，这个一花童穿正装，搁恢复第一张啊，后来这穿开卡裤啊，查甫的也就是花，这伫古庙才有，这叫做花公花婆。台湾人结婚若未生，就爱找因，爱拜花公花婆栽花。啊，若拢生查仔囝，要生后生，有哪爱找因叫做换斗栽花。换斗的仪式爱找花公花婆，徛伫祝生娘娘的两边边。这先煞甲恁上课，互恁知影讲台湾人咧拜这啊，花公花婆。啊，即马这两身位倒去啊？恁来去台南市的开龙宫，风透体去啊！啊，所以说台湾人足乱来。头底去啊，所以即马新的无遮水吼。好，花公栽花，花无压水。来，即马栽花成功哦，还是要伊助生查甫查某，助生娘娘就是即身哦，助生娘娘。牙家刀是咧当在三宝神，烹一个，即叫做脚烫还是腰烫，家囡仔洗身躯的吼。即两个就是左三叔啦，啊、哦，就是伊的左手。真趣味，祝生娘娘，这个外要紧的，差不多台湾各间庙拢有一身，啊，可见台湾人外注重明主所讲一句话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害死这女士，结婚的目的拢爱生后生，所以这读四书五经都无路用咧。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有生无生嘛拢不要紧嘛，都爱听落去。啊，这样呢，有即马呢生了吼，有诶囝呢从老爸胎胎死，老母胎胎死，马拢总有啊，啊，所以即个问题真值得咱思考啊。好，祝生娘娘个过，即生就是保家，
无家母有十二生，但要囡仔出世，伊要过一年啦，一月、二月过到十二月。不过这生较特别，恁注意看，这个无家和这个婴仔咧食奶，啊咧食奶，一手佫摸奶，所以这款的雕刻，才是有凸显台湾人的传统，传统的老母就是这伟大。所以吼，即卖囡仔，哎，牛脾气一大堆，就是拢食牛奶大汉的，拢无食老母奶，拢无食老母奶。我有当时学生讲，讲恁吼，恁一辈拢是食牛奶大汉的，恁无真济挂一粒卡内线哦，无够个，爱阁加挂一粒，一粒送给牛妈妈，一粒甲送给恁妈妈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哦，我咱做一个思考性的问题啦哈。哦，这就是婆家母哈，婆家母。啊，讲一个较紧叫做家母，煞变做娇母。迄老文山迄本册也写做娇母，这唔对嘿，唔是娇爱娇嘿，是家婆家的家家母，十二婆家。台南只有三十个婆家，过三年的婆家哈。好，后来。妇人人怀孕，甲要生产，都要靠这三生，叫做三奶妇人啦。单奶、林奶、李奶，单奶就是单前姑啦，林奶就是妈祖啦，林伯娘啦。所以妈祖原始的妈祖的性格是三奶妇人之一尔啦，佮李奶较无名。安胎安产的神就是三奶妇人。好，那台湾人哦，就是靠这咧保平安，应该即马医学发达哦。这卫生署都在做一套，提我的这个，提我这个 PowerPoint 去教育大家啦，都来卫生署这病院来看啦，唔通信这啦，安尼较对啦哈。后来后生生未出来，爱找一生叫做分花同子，哦，分花同子，分一蕊花，互你生后生。这是对翕的，台北市大龙峰保安宫祝生娘娘的头前，就是采一生这。唔相信，恁去看，哈，你甲看卖哈，这分花同子，要互你生后生的神，一生啊生未出来，后面了一生，哈，恁注意看，拢生后生哦，哈，这叫做上惊生，你注意看伊的手摕着竹啊，短枝，啊，惊的这个枝，这是一个铁钉哦，哦，你有看，这摕一个钉，铁的钉哈，这看无啥有铁钉，开铁钉，强逼。断一个囝入去老母的子宫，强迫你生后生，别再生查囝哦。啊，诶，意思啦，叫做丧惊生啊，丧惊生。诶，即生啊生未出来哈，就来找我，讲到要信耶稣啊。宗教改变怪当安尼生后生啊未？啊，其实基督教嘛，无叫人在一定在生后生。这个世间哦，哪拢生后生真歹大呢？啊，真歹大，敢那兵营咧足歹大，不是冤家。啊，那生。拢生查某的嘛无好，嘛毋是真理想。但有查甫有查某吼，啊，咱叫老爸，咱叫老母，咱叫兄弟，叫姊妹，这个世间才会水啊。那拢千篇一色，这唔对。所以阮这个老兄哥，我讲啊，伊一生心艰苦，什么？这是信仰问题啦。你若无信，就无代志啦。一旦若信了到底吼，头壳一粒两粒大啦。啊，咱要有高学的头脑，就这问题拢解决啊。好。上惊生，啊！囡仔生出来，就要靠这七娘嘛，七娘娘，七娘妈咧顾囡仔，对出世顾到十六岁，这个爱拜七娘妈。哦，这是台湾人的一个礼俗，哦，咱做一个礼俗来个了解，哦，安尼袂歹。好，后来啊，囡仔大汉要读册，考会到，就要靠一身文昌帝君啦。啊，所以即嘛吼，台湾人足少的，那是中学的联考。大专联考若到吼，迄准考证吼拢赢因的啦哈，啊，囥规大堆，安尼无大劲，佮菜头空红纸啦，囥规大堆，安尼无大劲，囥芹菜佮空红纸，啊，芹菜囥无够，佮葱啊佮空红纸，葱啊代表五万块钱较聪明的啦，啊，芹菜讲勤勤读册啦，啊，菜头代表好菜头啦，这个囡仔逐日都去网咖咧拍咧拍电动玩具吼，啊。伊若无读册，无较早啦，文昌帝君也袂较保庇啦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啊，文昌帝君就是先学的神啦，哈。哦，所以台湾人哦，足侪神明的哈，各国。哦，王爷就是这個，我拄只咧讲王爷，真侪款的造型，拄只迄也是王爷啦，哈。
360种百外姓，好，王爷的造型过过、啊、王爷庙一定有一身叫做中段元帅太子爷，出呢东西南北五爷中间上高的就是太子爷。所以咱地方哪里无平安吼，在吊门娘，咱家有研究宗教的无？门娘吊了，来吊母娘，啊，所以母娘得发誓哦，放只卡，得举一支发誓，啪啪，啊，就开始念咒，一声连觉，鸟呼狼呼呼，拜请东爷君、东爷将、东爷兵马9999万将，人人头戴金盔，身穿甲。飞魂走马到大前，新兵急急如律令，就是你请坐，请坐。哦，吊五爷吼，呢、哦、啊二声啊，啪啪，哦哦两声，连角闹呼轮拜请南爷君，就继续安尼一直请。吊南吊爷吊了啊，最后电影那边安就客军、哦，你不听下无？讲了客军哦，客军哦，诶、欸，台湾人吼、哦、用这套咧求平安吼、哦。我甲恁讲啦，环保做较好咧啦，啊，啊，政府靠财政部长、经济部长吼、内政部长靠有责任咧啦，台湾就平安啦，吼、啊，信什么命运，迄拢无路用啦，啊，互你命底偌好吼，啊，摕一本护照拢无路用哦，你若歹命人一个啦，啊，无较纸啦，哈、啊，好命歹命是看咱的国真正有国家啊无啦，哦、啊，像咱这位兄弟住日本，摕日本的护照，迄就好命啦。啊！咱这伫太阳表迄种歹命啦，免我骗，看你偌好命啊！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我太注意啊！哦，各国吊放五爷，就是因为即马袂使乌白放，偏乌拢有鸭头表啦啊！啊，这个为着违章建筑的问题，正集中做伙，红色的代表南洋，南方平定会属红啊，绿色的代表东哦。啊，东洋属于绿色的哈，东方甲一木属绿，中央无基土属黄，西方金星金属白，北方人归水属乌。哦，我吼、哦，我若卖做牧师，卖做教授吼、哦，我会使做新君啦。啊，我要看风水，啊是要迄个我拢会晓、啊，会报时，但是咱吼、哦、无要。哈哈哈！我唔敢。我所以今日，我知呀。来，个鬼。我呀，个鬼，下面七张。我来先红。圣皇分作多副州官，搁一个圣皇水鬼啊死去，甲封作圣皇叫做下海圣皇啊。啊，这唔免说明，因为时间特别到吼，所以我爱讲较紧嘞。圣皇搁过，审判神，这是第一分局的局长七里啊，啊，谢必然。第二分局局长环保局下面迄张，七里八爷百家将一定有事吼，七里八爷这两个重要。下面迄张。喂，朱伯，哦，这是一管十定阎罗王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天庭天宫的管，啊，中央迄个有做啥物？圣皇也在管，哦，啊，下面就是玉帝也在管，哦，各国，下面搁七张。啊，搁一张就是阎罗王的哈、啊。好，下面好来，这是十仙，这是屏东伊个十仙阎罗王。后面这是地界的巨主地藏王菩萨，伊发愿地界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好，搁过。丹前哥，
哦，这修腰哦，后来丹青果的造型去过。这拜人的骨头当归素哦，因为咱时间得要够看较紧的哈，万神当归。这真济名，金刀公、普陀公、南乳强同，人死个没完没了，这跟这灵魂的关系无关的，三魂七魄啊，个鬼。动物的崇拜，正边迄庙口吼、哦，一对狮，倒边一定是公的，正边一定是母的，吼、哦，恁注意去看啊。啊，内面一定有虎牙，个、哦、鬼。这虎牙，有拜土地公，一定有虎牙，虎牙往往放伫庙的这段的上中的下骹，啊那。身家较大的神就放伫边啊，吼，好，过过。地公，哦，地公，我来过过。羊公，我来过过，哈。我来拜牛，拜牛，我来过过。拜马，哦，赤关公的赤兔马，我来过过。拜狗，动物的崇拜拢有哦，台湾拢总有，我来过过。拜蛇，蛇头发色，哦，过过。拜鲤鱼旗。这是动物的崇拜，够贵。拜石头，哦，石头公，够姓黄啊，这黄石公啊，这台北市的哈、啊，好，够贵。拜青啊，安平的青啊公，细细长啊，啊，哦、啊，拜家当，拜张肉拢有，够贵。这传说神盘古，哦、啊，这历史上无一款的人物，神话甲历史化就是盘古公，够贵。伏羲，伏羲八卦作书，这种神话人物，哦、啊。哦，各鬼，新郎，哦，新郎，各鬼，黄帝，伏羲、新郎、黄帝拢拜了了。尧、舜、禹，就是三界公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鬼国主，这姓宋名神啊咧拜啊，各鬼。土地公、土地婆，这比台湾人口较济啊。台湾的土地公、土地婆，济到什么程度？厝的土地公叫做地基主，厝那个拜一仙，做生意七啊，七二十六。迄个一间厝就两仙啊，啊两仙就四仙啊，因为两个土地婆咧甲伊做伴嘛。每一门帮哦，边啊就一间土地公，毛土地婆啊，台湾偌济帮地啊，啊啊参头参尾土地公，有那边有那尾土地公，安尼暗来这期算算的吼，土地公比台湾人口较济。啊上有通食，初二十六拢拜门口，拜到一年最后一遍的拜土地公，叫做每月头月二月初二，每月十二月十六。啊，做买个，啊买个，头家请新罗，迄、那个家头吼，那五新罗伊就该死啊。换你做头家，就是讲你要无头路啊啦，唔请你啊，啊，这就是拜土地公的礼俗啊。后来，这土地公庙啊，这个土地公这较小啊，位阶较小的啊。后来，啊这宜兰私立宜兰病院啊，拜土地公、义工、义伯，咱才有对宜兰来无？唔相信恁去看哦，就是有这個、好个鬼，连便宜都拜土地公，这是个礼拜堂的土地公。屏东内埔，咱就对内埔来了，内埔教会伫遮吼啊，所以土地公甲耶稣是好朋友、好厝边哦，拢袂冤家啊。好，这将鬼啊，鬼啊王哈，将、啊、鬼拜将鬼哈，个、啊、鬼。冲吉圣人做二仙师，个鬼。后来拜小说的角色的济公，啊，这种迷信哈，啊，后来个鬼。拜高泽天跋筊人咧拜，因为伊也七十二变，后来个鬼。拜猪八戒这真害，风化张素咧拜的守护神。恁看到这就已经知影，讲民间信仰无健康的所在就是伫遮。台湾人或讲无健康的宗教包围吼，看咱变哪出头天。这拜迄、那、啰、个、拜这台念咒呢，拜猪八戒。这身伫倒翕个，伫大洲埕下海城隍庙，一身徛，一身坐呢。古早时代拜托拜这个猪八戒，佫唔敢讲叫猪八戒，叫做修修牙。在念哦，修修牙，修修牙，脚翘翘，面翘翘，宝贝大地来进条，来公公去公公，腰肚骨我懵，暗路敢行，教诲唔免惊，爸母面唔当听，无惊加讲的就食拍片。警察若要处理黄色的，即先爱抓台生。到这天，我那爱抓台生，抓去关魂啊！啊，都无在调，拢抓人啊！啊，好。啊，这个较食力，恁注意看，白头毛乌嘴鸠，一个葫芦提着仙丹，无穿衫，无穿裤，后壁赤一尾龙，
啊，确定你去看后壁，车一尾零。好，我为着要翕一身哦，了一支粉，唔是一包哦。因为当时咧翕这张相的时阵，白色恐怖的时代，大家惊甲要死。哎，摕一个相机去庙里乌白访问，哦，这是网甲报道哩，青山景翕的啦。第一遍去唔插话，第二遍去妖异的下眼光给我看，拢唔插话。第三遍去吼，甲伊讲的，我送你一支粉啦，啊，哎。啊就开始无是，我唔是啦，我是一个研究机构。我讲你哪有这款的心病啦？伊甲我讲，因为伫报道你的乌地角头，互掠去掠倒关魂啦，即身掠来夹伊啦。伊若转来要阁掠倒转啦，啊那呢这什么名？伊讲这角头爷，角头啦，连角头都有守护神，或者角头爷啦哈。好、啊、了，你看后边车就要停，民间信用。有拜高德天，为着要跋筊赢；拜猪八戒，为着要风流，赚风流钱。哦，啊，角头爷为着卖有警察厉害，安尼甲咱取缔，啊，要欺负这弱势，这款的宗教信仰自然无健康，啊、哦，无健康啊。好，爱钱的拜财神爷，哦，五粒金元宝了，脚踏手啊踢，啊，财神爷，好，够贵。廖天丁，摕一支乌青手枪。这聊天顶，这我呀，离我呀十三公里，我住遐吼聊天顶。即马进步甲也乌珠冲锋枪啦，吼、哦。这对聊天顶一个足大的侮辱，聊天顶唔捌也过枪啦。迄种只角头兄弟乌白来啦吼，做、哦、聊天顶。有拜聊天顶的拜阿神师，我看看卖下面。哦、阿神师，师咧七坎，要做什么信什么？啊，电视呐。白菜讲两遍，大家都变真嘞。啊，像国民党都利用媒体啊，所以利用媒体来咧麻醉台湾人心，等来作主意哈。个、哦、鬼拜蒋介石上无卫生啦哈、啊。我都叫讲蒋介石是日本的元凶，台湾人咧个拜，好个歹呀哈。个、啊、鬼祖先崇拜，五万拜公妈哦，今日靠读册，你嘛孙啊打一打册底下啊。后来个鬼。三教归一，一间庙内面敢那万神殿嘞，台湾民间信仰哦，后佛教的释迦牟尼伫遮，后道教的老祖拜伫遮，后孔子公拜伫遮，三教拢做伙，但是即摆已经无够看，即摆五教大动啊，下面这你看卖咧吼，耶稣甲无汉灭都拢入庙，啊、哦，下面七张哈、哦，来，这个庙三顶冠三仙卖讲啊，即身耶稣。摕一本圣经，摕一个十字架，即身老主，耶稣代表基督教，老主代表道教，释迦代表佛教，孔子代表儒教，即身正手拿阿拉伯剑，倒手摕古兰经，代表伊斯兰教，哦，咱讲佛教，伊斯兰教，哦，台湾人足厉害，哦，五教大同啊，哦，只要有我保平安天保寿，拢总来。不过这款的耶稣无啥成嘞哈，啊，因为是圣人，不是基督教所讲的救世主的耶稣哦，所以这是一个证明啊。台湾人的包容性足大，但是包容性的误导就是变作放任哦。这个问题咱也需要思考。政治嘛是同款，嚯，你讲讲呢有谁兼无乱讲？好，马英九外卖，干到尾啊一张票5000块弹落去，阿妈规个拢总去。一个人格值5000块呢，拢总行的啊！所以这个这个问题就是台湾人的真大的弱点，这叫做奴隶性，奴隶性未改啦啊！啊，咱若要做一个新台湾人，法律建国哦，咱唔那伫只安尼三教互相学习啦，受教育，有那台教育咱的主题啊！后来个鬼耶稣伫只啊，耶稣徛咧，加耶耶稣，这最后一张恁看麦，看加耶耶稣啊！坐咧哈，即身徛咧，耶稣摕圣经摕住个，啊，即最后一张哈，过来，哦，坐咧耶稣，所以耶稣足侪庙拢咧拜啊呢，啊，耶稣甲下人尊公救天天路拢是好朋友啊，啊，哦，这是宗教大同是袂歹啦，但是宗教大同主义说扭曲各种宗教的精神呐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后来我来做两项的批评啊。恁所看这些新闻，拢对中国来较济，
台湾的介绍。这无形中，予台湾人有一个错觉，就是一个国家认同的错乱。袂是讲我们协同一水啦，吼啊啊，咱的迄个就是伫遐，啊，不是要提钱去红，用煞去咧进香，煞忘了我自己。袂是讲台湾的，台湾就是台湾，中国就是中国。台湾妈祖是咧保护台湾建国，中国妈祖咧保护中国人制造飞弹，甲咱威胁，不要安尼先分别。啊，所以这点真害。第二项，台湾人对待这个神明，拄天公，敢乱来以外，吼，唔敢乱来以外，剩的拢真随便。啊，你若未灵未相，我都拜八仙啊。哦，人变作主人，神明变作奴才。啊，这叫做高铁神主义，哦，无健康。啊，所以放假互咱看，这有应用咱的政治态度无？有哦，国民党上高利用庙啊，做一条啊卡啊，那也无。大汉嘛，拢多多少少拢总有，哦，和咱安尼排民主化，你百姓是帝王级的神啊，那好多人心态，那好多人民主化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要放和咱去想，啊，和咱做一个选择，我不要批评 yes or no， 啊，做一个批判安就好。所以多谢大家忍耐啦，咱时间多多甲咱过头淡薄，哈，啊呢，下面的时间真歹势吼，下面的这个讲师有开的哈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啊，今日已经今日，谢谢。我们休息十分钟啊，四十分，三点四十啊，准时起来吃哈。啊